啊，拌饭不要啊，不要呀，人家还没准备好。我操，发生什么事了这是？不要啊，饭饭，被小哥发现就不好了。来了，来了。那来吧，饭饭。你怎么了？哎呀，谁打扰我的啊？饭饭，人家刚刚做了个噩梦。看出来了，你这梦确实挺饿的，吓死人家了都，要抱抱。好了好了，有粉丝说想看我们俩单挑，你准备准备，我们开始吧。单挑，人家怕打哭你。还没开始打你就吹起来了是吧？先说好啊，三局两胜，到时候可不去耍赖。好的呢，范范快来吧。第一把我们带变形术哈，开局先吃个道具。奶酪这把大概率也是带变形术，所以我的技能 CD 会同时刷新，上前先和他拉扯一下。还行，变形术好了。哎，奶酪你也太沉不住气了，技能刚好就用了。开启拱洞瞄准奶酪，嘿嘿，这小子也开拱洞，好好好。啊，这傻蛋怎么不动了？可是钓鱼呢是吧？啊，没反应，可能是网卡了，我们等他一下。他回来了，这里变形术都命中了，那只能等变形时间结束了。傻蛋子，吃我一鲜鱼。哎，奶酪，我这鸵鸟蛋的鲜鱼味道不错吧？范范，你给我等着。还敢来？我不是啊，这把不算啊，我有点没睡醒，再来。这把我们在惊吓箱啊，找准时机放。没中也没关系啊，我们躲在惊吓箱后面，他拿我们也没办法。范范，只要你叫我一声宝贝，这局我就让你赢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那就别怪我了，范范。咋，这变形术也能撞？没关系，他打不到我们的。范范，你宁愿挨打也不愿意叫我宝贝是吗？啊，对对对，你冷酷，你无情，你无理取闹。又搞钓鱼是吧？你当我傻？问题不大，没有命中我们还可以二次利用嘛。奶酪，你给我，哎，可恶啊，欺负我不会用弹板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，会让你怎么嘎的都不知道。完了，被预判到了。没关系，他淘汰不了我，这个弹板没什么用，我们先拉扯一下。不是我，这把也不算啊，我给我自己淘汰了，不是你淘汰的，再来。这肯定是因为进。气死我了，真就一把都打不赢，我不服。哎呀，好了范范，我给你唱首歌，你别生气了。你给我滚啊，唱个屁的歌，你唱那么难听你。哎呀范范，你怎么又打人家？我打的就是你啊。嘿嘿，这下打不到了吧范范。气死我了，奶酪，我再也不跟你玩了。